这台车乃矿人实在是三，敢是钟雪清的车？我你是调岗第七，还是设计基地啊？这是你当当年留落来的建片，啊，我到今仔讲唔知你到底什么意思。李玲，为什么意思？跟什么意思？跟我无关系。你把我当作什么啦？你即摆意思是，彼暗敢计达五十米天？ 这台若是钟雪清的车，你就代表住伫日月星饭店。我来柜台门看卖，就知影伊住伫多一间啊。哎，伊对咱咧无情无义呢，明明啊，边找你搁要插伊。我毋是咧插伊，我是有一寡观念要甲伊沟通。啊，无感觉哦，我伫咧新关敢若足无价值的。啊，伊甲你利用，坐伫等伫路边，你搁要插伊？ 动歪脑筋，想要偷阮的车，真正是钟雪清的话头。哎！ 你在创啥？这敢唔对的车。安尼敢能证明这台车是我的？歹势，是我唔对，我认唔对车，我俩准讲这是阮朋友的车，你唔通误会，我唔是偷车的贼啦。那你请你卖动怒，我要去车顶的物件。 这查甫是什么呀？这钟雪清的观念来讲好，那人做会用一台车。刚刚，伊是钟雪清的男朋友。 这少年啊，塞伊的车，搁有房间、房客，刚刚应该这小心落去倒。辛苦的跳早去抓，不然倒啥干啦？哎，未辛苦啦，你看我很少，就是讲加客五杯、十杯，我拢客发啦。嗯，未歹，真结实。 我若是无甲身在维修好，徛伫你这冰山美人边啊，哪配你会去啊？你来。嗯。这钟雪清可真正甲这少年来做伙，假的不？ 感情好袂歹，唔是才会过我转来无几工。
明明就回来办公室，连这小男朋友都要吵到回来陪伴，规天的小婆都看不掉，真正有够。不怪叫我开价，哎，我咪提起30年前的代志。你阿尊讲哦，我对于我娘依然无，以后路头路尾小赌，就当作青云啦。将军，这几天变寒，妈哦，我去替你买一个较厚的外套，来，来看，寸尺有合无？来，你看。无啦，妈。我先甲你讲，拄只有一个人伫你车边啊，鬼鬼祟祟，啊，你哪拢无反应啊？啊，是讲我形容迄个人，你有熟悉，是像你心内有数。啊，你形容迄个人，形容啊这么普通，我哪可能约会到啊？我咧卡，伊只是看咱玻璃切甲真清气，想要照镜尔啦。迄个汪有德，伊是听无人话哦，都叫伊莫过来勾勾甜啊，伊阁唔死心。伊哦，还是爱片面，伊甲将军较熟，若无去让汪有德发现啥，安尼就害啊。妈，啊，恁那一张这么旧的50元美金啊？我今日去拄到一个老朋友，伊幸福我的啦。老朋友，啊，你唔是无几岁就对亲爸讲离开台湾啊？啊，伫遮哪有够有啥物老朋友啊？我甲这个老朋友唔是伫台湾熟识。哇，唔是伫台湾熟识，阁有法度伫台湾拄到，那安尼看起来，你甲这位老朋友缘分真深哦。这无咧衰咧，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是讲，我甲伊是伫泰国识识啦。当初恁亲婆阿公派我一个任务，伊要我去泰国去做动办条案，伊的毒品交易。这个任务虽然是成功啊，但我去阿办条案发现啦，伊追杀我，最后是这个老朋友替我解围的。哦。原来是妈你的救命恩人哦！安尼听起来，伊的脚手应该真好，佮真有正义感，才有法度伫你的生死关头救你一命。哎妈，有机会嘛，介绍我熟识啊！我欲吼亲身甲这位侠客说多谢。唔免啦。先做免，若无伊，就无我呢。伊佮你无关系。我的意思是讲。在江湖上吼，唔免咧多谢来多谢去。而且当当年我冇请伊啉烧酒，我有甲伊说多谢。你请伊啉烧酒？伊敢是查甫的？哦，好酒啉红底，好戏伫乌背。啊，啉酒以后咧，后面的故事咧，妈妈。你莫遐三八的。我甲伊，什么代志拢无发生。那50元美金哦，是我落去啊，伊捡到，袂好还我。若无，我早就袂去这件代志啊。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对，干啦对。妈，你真正杀无杀崩的心呢？你看，你无说伊把物件用放见，爱说当作宝贝原款，好好啊收起来，搁扎伫身躯边，一藏就是几啊十年，甚至搁妄妄讲。有一天会当拄到这50元的主人，啊，亲手将钱还予伊。哦，看起来这个物件的主人对伊来讲意义真深哦。妈，我看伊爸面是杀着你啊！你莫听德哥倒菜都在乌白倒。我甲伊无机会啊，我嘛无相欠嘛，我据点啊啦。我跟你讲，要来辛苦啊。为着要找万条案，报答阮全家伙仔的仇，我这几年来的心思，拢放伫咧磨练家己，完全拢无替家己幸福设想。
嘛是卖身躯边通出现一个，甲伊适配、甲伊疼惜，会当互伊欢喜替分担痛苦的人。伊的眼中特别只有看着孤单。我一定要赶紧帮助妈完成伊的心愿，互伊早一日放下心中的怨恨。